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到屏东县主办的水山林单车活动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在屏东的宠物公园这边，对，就是旧铁桥这边。对，那待会我们7点半要出发。那今天的公里数的话是108K，对。早啊，我们早文安瑞。呢，早啊，好久没洗了，已经距离34月份，是34月份，到到现现在，在。哦，快5个月了。有吗？美丽达的时候不是才没有啦，我说三月？去潮州的时候。潮州哦，潮啦，我们州。去绿色隧道啊。哦，绿色隧道那时候要修哎。那五今公里。天你的腿脚还够力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以吗？昨天没干嘛，应该没有功。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没有干没有没嘛。有说说剪掉，没有说是运动，没有剪说掉。是运动。干嘛剪掉？昨天不是说你没有教？他说的都没有做任何运动啊。哦，是好，是很是好。是，剪掉。好啊，你慢慢讲。还没开始热嘞，没开始热哦，对，开始热嘞。啊，你卡定怎么了？你应该问他说这里吧。他说 B 组啊，B 组就这里啊。对啊，B 组啊。他就是顺时针骑。啊？就是逆时针骑啊？顺时针。走啦。走啦。Go go go！觉得有点落后了。对，他的顺时针都要摆在这里。对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！不是我们快，是我们落后。落后啊！我们晚出发了。我们居然晚出发了。对，因为7点半就比较出发。天哪！现在几点啊？现在几点啊？重点。现在7:45。45了。对。天哪，我们居然少了，慢了人家15分钟。对。哦呵，这下。他在那边我们拍照嘞，就高。哇。我们今天沿路上真的看不到一点标志，我现在是盲骑耶，真是盲骑。我的108K 到底顺不顺利呢？继续往前看下去。干嘛别干啥？就是完全没有标示，现在觉得有点像在盲骑。就108K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骑完。对，那因为我们晚队伍出发晚了15分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出发了，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还在拱门那边。好，那走吧，沿途一直骑下去吧，走了。那新朋友耐克，今天都有他带队，我们太废了。走啦！屏东的味道，好闻。
舒服，槟榔花的味道吗？是夜来香吧。哇，前面的山看得好清楚哦。美美的，看起来很棒。我好像是小狗，看到运动公园就很喜欢。怎么回事？阳光绿地公园的哦，可爱。继续找。得了得了。哇。好。这真的是干妈点，真的是干妈点哎、欸，在市区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干妈点，哇，超赞，对。老板娘人真好，梅子很有效哦，老板娘推荐，超赞。还有没？还有没有人要？哦，老板娘，我可以跟你要一颗吗？谢谢，谢谢老板娘。谢谢。要不要？有没有人要吃？谢谢。沿路都还在说主办单位怎么这么不贴心，都没有指标，太好笑了。原来才发现我们原来是逆骑了，原来是顺方向骑，然后我们是反方向骑，傻眼，笑死人了，真的是。一出发就错。清醒呢？刚刚我车子等好久，我载他载多久都不知道。有一阵子了。有一阵子。刚好面子。好哦。你就带他飞一下。带着他飞是不是？他要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啊？不知道，不回答，不理我，算了。真的像自行车道了，我们到了补给区耶。30公里，哎、欸，到会场，到会场，所以这一站你一定要补哦，我你等下，恁来，真正就无好。谢谢。啊，厕所在后面，台糖的很干净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要上厕了，赶快。
最后这一段河堤路很厌世，超厌世的。一望无际，然后又热，啊，走吧，怎样还是要完赛，走了。我们要到了，快到了，我们已经回到旧铁桥这边了。耶、yeah, ，很多车友都骑完了，对，加油！哟，到了，好哦，终于回骑到会场了，太棒了！要过门一下，仪式感。OK。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哦，好哦。那先去拿一罐水，好渴、哦。哎呀，起晚了。关机。我去拿水。好。好啊，都起晚了。OK。骑到花容失色，这倒是真的。花容失色，太热，真的。啊，兰德斯悠闲七七晚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